妈妈，你来看，妈妈快点，妈妈，妈妈快点，妈妈，大冠就站在树上，来，你看大冠就站在树上，你看我刚才看没有啊？抓紧，我在那边倒数也没有啊，在这里。这只大冠鸠站在这里，这拉到最近了，躲得多好啊！我如果从左边窗户一点拍，说不定就拍得到它脸了。它飞出去吧，飞出去啊，飞出去！我看没有站了。好慢哦。它好像是双白点，哇，太近太近！要走了要走了。